今天是2020年7月20日。今天学习的钟表词汇是 lunch， 锁存器。这个单词本身是有门栓的意思，那么它在钟当中呢，表达的意思呢，有点类似于螺钉的功用，就是将钟的甲板能够固定起来。我手边有一本庆隆先生写的《古董钟》的专著啊，那么他这个当中呢，就选用了一张图片啊，英国的一个早期的高档的木钟，它上面就是会有这个装置啊，大家看一二三，下边最下边有三个，其实这个就是锁存器啊，它能够使得这个甲板呢固定在整个钟的机芯当中。我是常伟，很高兴每天与大家学习一个钟表词汇。